哎呀，这把可不好打。我从不妥协。没有机会了。他一波兵升二了，所以我要抢二，我要推线。Q 可以放，但 W 得捏紧。真是可怜。W 是主播的进攻手段，空了之后就会被他进攻。像盲僧在指甲虫那里应该是，这把刀是为什么最不难？不是啊，这火男不是火男，不就是刷野刷的快吗？为什么他就刷了五组野啊？而且城也没了，野怪回血了吗？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了，感觉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跑太慢了。TP 去了。我从不妥协。我难是打完的呀，哥们。无处可藏。完了，吵起来了。这把舞台很大啊，舞台有点大了。不要妨碍我。
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好忙好忙好忙，忙死我了哥们儿。主播怎么感觉这把我就一直在跑啊，跑这跑那跑这跑那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你一点伤还没打，他们说不点是 CS， 你点不点刀哥？就点。别跟我说我看不到，好吧？我带他们赢了。怎么还投降之前先给我下了一道符咒呢？不点是 CS 啊！游走于刀尖之上。我从不妥协。这谁受得了啊？血吗？无处可藏。
兄弟，我压力好大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魔刀石。miss了，他们活不长了。走，打个二够了，无处可藏。这个局势说出来还挺好啊，速战速决吧，没有那么的难，就是他们单待一会儿是个问题，要把那个塔都不让他们碰一下那种，他们溜着草丛，奥秘破败了，有治病，不要妨碍我，哎呀，他们活不长，这波主播的决策我能说拉满了，好吧，拿一个先锋换两个塔加一个人头，
你来喽，那我走喽。哼，我刚才第一时间我没看到他人行的吧，我不在看装备，但我先听了一句我来喽，兄弟，那你来我就走呗。速战速决吧。未见人先健身啊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雨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你们搁这。我真的尽力了。这水友的号是钻一，你不能是晋级赛吧？怎么感觉那么难啊？走于刀尖之上，没有机会了。哪敢到那儿的呀，我的撤退信号已经来不及了。眼都没放几个。为什么呀？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
哇，打大龙把自己打残了，谁受得了啊？那么多蟹你不吃啊？那你在那里干嘛？速战速决吧。不要妨碍我。牛逼。致命！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打得赢吗？打得赢，我刚才把上路线推了。猜，有希望。无处可藏。他们就一直盯着我啊，他们想拿我一千，你知道吧？他都不管我队友，他们后面这一波，艾克啥的都往我这里跑了，打不到我才打我队友的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
AD 这波四杀经济应该也好。把河蟹打了。全带下，全带下。好焦灼啊！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是四个人中间又如何？现在刀剑舔血，你在干嘛？丢兵很爽吗？哇 ，nice 啊！我们是冠军！哇，舒服了。